林建辉上台唱歌，却被赶下台。不要说我错的不对，不要说你永远不会。其实是柔佛苏丹莅临，主办单位为了尊重起见，暂停他的演出部分恭迎殿下。不过也让他太难为情了吧。林建辉下台不用面对观众，相对辛晓琪却被迫在台上上演手语对话，因为麦克风和音响都相继出现状况。但毕竟纵横歌坛多年，辛晓琪直接说清唱都没关系。想念你的笑，索引娱乐最 live。